湾区全媒体，全湾区都睇。欢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嘅节目《湾区全媒体》，我系徐盈文，我系梁学希。我哋每一集嘅节目都会透过唔同嘅环节同你一齐去了解下我哋国家嘅最新动向。今集当然亦都唔例外啦。嗱，今个夏天各个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想知道有啲乜嘢？这个时间就唔好行开啦。我哋事不宜迟，马上去南北快闪啊！夏天持续高温，漂流成为了很多游客的避暑选择。在广东清远，依托大峡谷、大森林、大瀑布的独特地形地貌，山间漂流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旅游、室内娱乐等丰富精彩的避暑休闲活动，正持续激发夏日经济新活力。暑假期间，河北省武安市西部太行山区旅游人数持续增加，民宿、农家乐、景区等生意火爆。近年来，武安市借助山区气候清凉的特点，培育度假休闲、游戏观光、乡村旅游等旅游产品，成为了游客暑假旅游好去处。时间引力，2023成都双年展在成都市美术馆举行。这次双年展以时间引力为主题，展出241位来自2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共489件艺术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等艺术形式。此外，今次双年展还会举办国际馆长峰会和城市艺术沙龙，推出丰富多样的公共美育活动、讲座等。近日，一艘装载了超过2700架新能源车的纸张船，由苏州太仓港汽车出口码头出发，驶往南美。为了满足新能源车的运输功能，这艘纸张船做了相应改装，舱内配备红外线温度成像装置和新能源车一对一实时温度监控系统，一旦温度过高就会开启喷淋装置。此外，为了防止传统汽车滚装船运力不足，苏州太仓港和运输企业还开发了用定制集装箱框装载汽车，发挥集装箱船的运力。江苏南通最近迎来了梅雨季，潮湿又闷热，为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回应，农技专家全部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全力应对，保障农业生产。今年水稻移栽期跨度较大，苗情不平衡等现象较为突出，专家走入农田，指导农户针对性地做好分拍肥、施用等工作。在果园，农技专家就为果农现场讲解果园夏季收剪、排水抗病等知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香港组委会藉住暑假组织为期五日的文学交流团，带领一班香港赛区的参赛者和得奖学生去到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亲身体验岭南文化。他们的行程是相当之紧密的，包括游览了广州和佛山多个文化景区，手作体验和交流活动等等，全程相当之精彩而且很紧凑。我们一起跟随着团友的脚步一起去参观。交流团围绕走进岭南书写中国这个主题开展，到步首日就深度游览了岭南名园宝墨园、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和岭南水乡小洲村，第二日一早又马不停蹄地去到新开馆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这个馆目前仅接受团体预约参观，同学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可以入到去参观，因为古老和现代的结合令到我下入去就会觉得非常震撼。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设有多个展区，集中展示了字体、拓印技术、书籍装订技术的演变历史，对这一班喜爱传统文化的同学来讲就别具吸引力，大家很认真地去听，用心感受，获益良多。今次有缘分可以走入版本馆，让我可以见证到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由萌芽到生长，再到现在枝繁叶茂，我都领悟到我们要在中华版本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吸取前进的力量，肩负起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重任。这一个环节是让学生们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包括我自己也很震撼。其实就像是打开了一幅历史画卷一样，那从古至今寻根溯源，对于这个文化的传承来讲，有非常积极的这个意义在。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作为内地享负盛名的写作比赛，自2021年起设立香港赛区，旨在为香港青少年提供同内地同学文化交流的窗口。作为组委会组织的系列游学活动首团，今次交流团仲计划参观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佛山南风古灶等岭南文化景区。考虑到这个香港跟广州我们这个同源同根，所以文化又特别的接近，所以我们就是第一站就设在了广州，希望来用这样走进岭南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同学们来广州及周边的地区来看岭南文化的一些历史啊、文化啊、建筑啊，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主办方表示，未来将会带领更多香港学生去到各个内地城市进行游学，令到他们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广州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近日就去到南沙区，了解科技力量如何打造活力南沙，助力广州领跑高质量发展，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誉为蟹中茅台的南沙青蟹，肉质细腻，口感鲜甜，深受海内外食客欢迎。就在七月初，每只南沙青蟹都有身份证了。已经能实现这个一蟹一码，包括对国外消费者了解我们青蟹的一些品质啊、养殖环境啊、生产信息啊，对我们出口这一块的帮助非常大。外贸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溯源中心联同国企对各类高品质青蟹的全生命周期开展溯源应用，共同守护南沙青蟹地理标志品牌。溯源中心能够保护我们这些品牌商的他们的一些知识产权，让他更好的做渠道的管理。南沙在全国首创做了这么一个呢标准化的公共基础设施产品，通过制度层面呢做数据资产权益的保护，让数据真正的发挥价值。南沙深入实施五乐计划2.0，出台港澳青创新十条，创设32个补贴项目，为粤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搭建更贴心的服务平台。目前呢，单个对港澳青年来南沙就业创业，能够最高获得51.5万的奖补；那么对于单个企业落户南沙进行创业或者发展，有最高450万的奖补政策。今年启用的中山医院南沙院区，承载国家医学中心研发攻关、成果转化、临床诊疗等功能，配备达芬奇手术机械人、超高端 CT 等世界尖端诊疗设备。患者在采样之后，通常常规项目的检验结果最快需要2个小时送到患者手上，而真正在实验室里的检测时间呢，只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有了我头顶上方的这个智能轨道，采样标本最短几分钟内就可以送到同楼层的检验中心实验室，大大节省了患者的等候时间。中山医院仲搭建了海陆空立体应急反应同救治体系，建成粤港澳大湾区30分钟医疗救治圈。直升机的话呢，也是为大湾区这种救治提供一个快速的通道。码头如果涉及到一些海上的救治啊，这些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所有的政策打通了之后的话呢，那么包括港澳的医生来我们这边执业，港澳的病人医疗的救治也会更加的方便。这个暑假星海音乐厅就安排了很多的精彩演出，等大家整个暑假都可以有音乐陪伴住。不单止是这样，音乐厅还举行了观众开放日活动，镇馆之宝管风琴就特别之忙碌，一起来看看。这部巨无霸管风琴在星海音乐厅建成的时候已经在这里，它有84个音山，音管近7000支，既有金属管又有木制管，最大的小朋友都可以捐得过去，而最小的就还有个筷子。风琴除了它有非常多样的音色之外，一般的管风琴它都有3层或者是4层或者是更多的键盘，还有脚键盘，这也带给了管风琴非常大的交响性。在演奏的时候，我们可以手脚并用演奏非常多的声部和音色。它的音量宏大，气势雄伟，可以模仿管弦乐器效果，能够演奏出丰富的和音。
现场仲展示了羽管键琴。羽管键琴制作起源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后来传到去欧洲各国，是一种拨奏弦鸣乐器，每根弦都是由固定在每个琴键末端的一个羽毛管或者是硬皮来到去拨奏。羽管键琴在形制上和三个钢琴是很相似的，因此又被叫做拨弦古钢琴。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它和现在大家所熟悉的钢琴其实是它的前身。不知道那个羽管键琴的，所以就觉得它那个声音很好听。来参加活动的还有来自音乐陪伴计划的小朋友。它那个琴弹出来声音有变化，然后听起来就很舒服，启发就是更加进步。我们邀请外来务工子弟还有我们一些特殊人群来到星海音乐厅来听我们的三件的镇馆之宝，其实让音乐家跟他们介绍更多音乐后面背后的知识，从不同的维度了解音乐它的乐趣在哪里。云山深积当代岭南山水画研究展近日在广州画院美术馆举行，作品既展现出独具韵味的岭南水乡风情，又兼具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表现力。现在就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份岭南山水的美。展览共展出十几位当代岭南艺术名家近年创作的100多件精品山水画，例如这幅《一湾溪水印象荔枝湾》，通过对荔枝湾一带风情景物的意写描绘，以岭南戏曲人物游走期间，令观众感受岭南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作品主要是做大面积色块的晕染，强化光影在画面的运用，利用统一协调的蓝色调子融合白色光影的处理手法，使画面气氛感增强。而呢幅《红旗拉甫之梦》展现出西部山水的强悍和雄伟，大面积红色调极具视觉冲击力。这幅作品呢，也是我的一个探讨，用了一些我们岭南的一些撞水啊，或者撞墨啊这种手法，又有一些北方的这种强悍的这种山川的这种表达，利用线条的这种苍劲的这种感觉，然后两者相结合。岭南山水画不单止展示了岭南地区的自然风光，更融入了人文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元素。这次展出的作品体现出作者在继承岭南画派的同时，亦有进一步的创新。现在说岭南画派，实际上我们是在传承它的这种革新的精神，不是某一个画法某一种样式的继承。传统的山水它追求山远平远高远深远，在我们这个新的一个宇宙概念之下，现在我所追求的是广袤的角度来表达我们的自然，就是不完完全全是局限在传统的那个视觉方式。广州画院之后仲将举办专题研讨会，为参展的艺术家提供一个交流探讨的平台，同时亦都对参展的作品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嚟紧嘅九月第十九届亚运会即将喺浙江杭州举办，中山一间照明企业参与咗杭州奥体中心亚运三馆嘅相关照明工程。嗱，项目相关团队近日啱啱结束咗开幕前嘅整体巡检，翻到中山，唔知呢一次嘅工程有咩亮点咧？睇睇项目嘅相关负责人有咩同我哋介绍啊？杭州奥体中心亚运三馆总建筑面积达到58.2万平方米，由主体育馆、游泳馆和综合训练馆组成。其中主体育馆和游泳馆为连体式建筑，又称为化蝶双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馆连接体非线性造型，同冇几远的大小莲花互相辉映，共同组成未来杭州城市地标。届时化蝶双馆将会举办篮球、游泳、跳水和花样游泳等多项比赛，将会产生53面金牌，是产生最多金牌的亚运场馆。我们承接的就是地下一层跟一层的园林部分的，就是园林的景观小品跟整个的园林景观照明，还有二层它也叫8米平台，南北观众进出口的那个台阶的台阶灯和所有的整个8米平台方圆接近3公里的围栏，所有的护栏灯都是我们做的。
杨玉乐表示，整个场馆的设计早在2017年之前就已经完成，他们的团队是在2018年10月份才开始进驻。各方一对接，杨玉乐就惊喜发现，他们可以为场馆提供更高水平的建设和贡献。深化设计的时候发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的原有的植物照明灯，就是照树灯跟埋地灯，它都是传统光源的，我们就对它进行了 LED 方案的升级改造，全部用 LED 光源。第二个是对它的路灯，也就是灯杆，进行了智慧路灯的升级改造吧。杨玉乐表示，进行了 LED 方案升级之后，照树灯、草坪灯发光效率高，耗电量少，使用寿命长。同时通过对庭院灯采用的智慧路灯方案，整体灯光智能控制系统实现了升级改造，顺利接入到 IBMS 综合运维管理平台，能够实时计量监测各栋建筑的能源消耗情况，可以好好地回应杭州亚运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理念。他们根据亚运三馆外观设计以及周边环境特点，对外围景观进行了夜景量化提升，其中通过布设场馆主入口水池水底灯、折射光线点缀外立面的双层全覆盖银白色金属幕墙，连同竖向排列的南北主入口台阶栏杆灯，在高空俯瞰犹如星光向场馆汇聚，增加了场馆配套设施在夜晚的表现力，提升亚运三馆夜间的整体景观效果。在灯光的辉映下，主体育馆、游泳馆、训练馆宛如振翅的蝴蝶，翱翔在深邃的银河中，生动演绎出了化蝶的杭州文化主题。随着互联网发展，视频博主、带货主播等等这些新兴职业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选择。在2020年国家发布的九个新职业当中，带货主播职业已经有正式的名字，叫做直播销售员。今天就和你去认识一位应届毕业生，他就在直播间里面踏上了职场的第一步。新进直播间的 baby 们，大家早上好哦！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到了很多的对答如流、巧舌如簧。20出头的萧琪琪正在度开播，药学专业毕业的佢喺旧年七月由服饰主播助理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行业。虽然专业跨度好大，但系佢认为年轻就系要多尝试。因为我觉得就算我做这个不行的话，其实再回去做药学也还好，就想自己还有个退路，这样子就想尝试。起新号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比较难的是可能那段时间你的直播间进来的人数可能就10个啊9个，那一直就是不上人，你自己肯定心里面会很着急的。琪琪表示，带货主播讲究人、货、场三合一，不单止一直不可以停，连播3-4个钟，在开播前还需要去到工厂拣货，对衣服的款式、面料、做工、设计等各方面的亮点都要熟悉。而他亦都很幸运地在众多的衫当中选出人气的款式，人流激增令到他非常鼓舞，当场直播近6个钟，直播间由几个人收睇，去到实现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40万的成绩。我的爆品是从4月份开始有转成，然后就是我身上的这一套是我们的店里面的第一个爆款，然后是因为有了这一套碎花版本，然后我们后面才出的这两个，给你看一下。2.0时代了啊，直播的主播的门槛已经高很多了，他也比较有天赋，专业的知识上啊，话术的学习上啊，他都比较的勤奋啊，就是为直播间而生的。琪琪表示，随着直播销售员成为新职业，行业管理规范不断修订，新职业新模式职业技能大赛举办，直播不再是玩一玩的职业。他在这个月亦参加了人社部门举办的直播职业技能竞赛，还获得最佳风采奖。由上司到喜爱，他表示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更专业的直播销售员。参加那个技能竞赛，我就发现其实不单只自己一个人，佛山是有很多很多很出色的人才的。下次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自己能够更认真的、更努力的去，就是把那个证给拿到。南京市民族博物馆是南京老城文化的见证和缩影，亦都是南京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的重要展示地。在历时4个多月的施工布展之后，南京市民族博物馆亦都焕然一新，重新开放。
改造完成的南京市民族博物馆设有三大展区，金禧泽地历史文化展区、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以及老南京民族展区，分别位于南部厅15、17、19号和大阪巷42号。上一次基本陈列改造呢是11年前，那么经过了11年的这个发展呢，就随着我们国家呢对非遗这一块的重视，也有很多的新的内容，所以说呢我们将我们的整个展陈呢又进行了一个统筹，现在我们将17号和19号呢展现融合了起来，既有展板也有传承人的工作室，那么就使得大家呢边走边看，既能看到传承人的互动，也能看到展板上的关于非遗的介绍。在馆内同步开展的时代匠心南京青年民间艺术家创作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目光。我做的这套是仿点翠的国色天香系列的，主要呢是以花和有叶子为主。古代的仿点翠都是用翠鸟羽毛嘛，但是现在翠鸟不是禁用了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改用这种用绳结仿做的这种方式来体现出这种仿点翠的一个效果。这一个头冠大概需要做到一个多月。以前呢，传统的这个绒花大概都是做头饰，做胸针，但是我现在这些作品呢，就是做一些展示品画框，题材动物啊、花呀，然后还有一些人物啊都有的，就算是一种创新吧。每幅作品大概都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完成。改造之后，大阪巷42号，亦就是南京市民族博物馆的西门正式打开。方便游客从这个门自由出入西南里街区。我们将这一道门打开呢，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促进我们的文旅融合。那么在后面呢，就是我们要启动我们的这个夜开放。那么这个夜开放的内容呢，就会将我们的42号的展区呢容纳到我们的夜开放内容里面来。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观众呢晚上来了之后，也能看到我们老南京的一些民俗文化。夏日的珠海除了可以欣赏优美的海岸线，还有各种新鲜的时令水果可以采摘到。在金湾区平沙镇，凤梨、葡萄、莲雾、火龙果等本地水果亦都相继成熟。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一份专属的夏天味道。生长在热带亚热带的火龙果，因为它富含维他命 C， 又可以美白抗衰老，深受大众喜爱。火龙果作为这间农业公司的王牌水果，种植面积高达220亩，今年更是喜获丰收。我们今年的话呢，我们现在实种的面积的话呢是有200多亩。采摘完了之后，等于说可以让他们可以体验田间的一个生活啊，可以说亲身的去看一下我们这些植物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啊，一个环境，怎么样的一个采摘，让他们尽量去动手。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游那个娱乐区，可以晚上可以篝火呀、可以来露下营啊，我们还有这些河啊，可以钓钓鱼啊。果园里面还种植了好似冰糖凤梨、阳光玫瑰、青提等超过20个品种的水果。现在这片地的话，这个是那个冰糖凤梨，是我们新引进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的话，那个特点的话，具有那个果肉啊，就是那个细腻化渣，然后香味浓郁，还有的话就是那个酥脆脆甜爽口啊，还有那个入口即化，这种的话就是，而且的话不用削皮就可以吃，不用泡盐水，然后的话不会辣口，这种的话口感现在是最好的。欢迎大家的话做好防晒的前提下来我们果园采摘水果。鸟瞰神州，精彩在线。在夏天的时候，云南乌蒙山很多时都很好天，所以如果你喜欢欣赏星空的话都非常之正的。摄影爱好者就在乌蒙山的夏夜不同的位置拍到星空和流云交织变幻的美丽景象。节目最后我们跟着镜头去欣赏一下。好了，今天的湾区传媒体就到这里，下集再见。拜拜。